好啦，嚟到第四场嘅赛事，四班跑千二米，另一组啊拆组赛事啦。望落呢一场嘅三 T 头关咧，都几多快马噶。谁与争锋啦，上次咧就前快后快咁赢马，啊劲得手以往都跟前嘅，不过近期嘅嗰个前速就麻麻。咁啊，但系仲有啲真勇士啊、天智宝啊、金全德啊，不估计呢一场嘅步速咧都系偏快些少噶噃。而四号马精选八方啦，喺组里边咧应该都系四平八稳嘅马匹。乜嘉欣咧？佢个跑法上边咧就唔需要一定同你斗抢噶，佢可以前置守位。咁上一次咧赛事前啊，咁啊波仔咧亦都喺呢一个嘅渠道里边咧有提及过咧，佢嘅相隔55日嘅复出咧系之前咧系搏得太多咧，阿蔡系刻意俾佢休息，唔系健康上边咧有啲咩问题。咁结果佢都跑翻个第二啦。咁啊睇翻前一场啦，二四八总场次啦。又是咧，因為同君達星串完快鬥快嘅入 Q 之後咧，呢一場咧佢都係步速係蝕嘅，咪就係睇翻呢場嘅泥地千二米啦。而家貼欄嗰只咧就係精選八方出面嘅理想回報啦、超能力啦，咁啊其實我之後餵食格格呢啲咧都係賺咗些少步速啦，同埋之後都有表現嘅馬匹嚟噶。咁後邊咧都仲有一啲嘅加州雷電啦，中間綠綠第三嗰匹啦。咁所以咧跑完呢一場之後咧，阿蔡咧就俾匹馬休息。上次咧面對啲側身啲嘅馬咧跑即係直路賽咧跑翻第二，今次翻翻嚟首本路程啦。咁因為呢只馬咧其實喺季內啊，阿斯恩跑場咧波仔已經係介紹咧佢轉過嚟泥地咧係想搏殺，因為加佢個同父馬咧都嚟紅星啊，又或者咧之前一轉過嚟咧就贏到甩曬碌嘅咧嗰只就係經典帝國啦，咁啊都係咧啲泥地相當之好表現嘅馬匹嚟嘅。咁睇下今場咧有冇機會保中啦。另外三號誰與爭鋒啦，上次咧波仔亦都咧有品提過呢一匹馬，款頭係相當之唔錯。初出嗰場喺內欄裏邊咧係冇乜點望空，結果上一場咧一放到底贏馬噃。咁上一場贏嘅賽績咧都係犀利嘅，隔離咧有啲齊勝利啊、福滿寶啊，沿途都係快跟咧翻嚟輸曬，但第二仗咧就即刻提升表現。上次賽前咧都有試過千六米集，今次照板煮碗，都係匿馬林隊邊跑。而呢一組嘅水準咧，咁都係啲高分馬嚟噶嘛。前面孖寶兄弟啊、川河專區啊，縱使再出唔得，但係佢喺馬籠裏邊跟馬嚟走咧，都係暢順，而且騎內都係有反應。繼續跑過千六米嘅試集嚟練一練氣，呢條餘勢咧翻到嚟咧都係有嘅。咁啱啱咧都講開心人生咧，就係呂建威安排去跑四班千二，因為誰與爭鋒都交代，開心人生咧就未交代。咁結果嗰只夜馬啦，睇下誰與爭鋒今次咧。未試過泥地集，但係會有啲速度同埋跟馬跑得，我覺得跑法彈性嘅，咁所以呢一場裏面咧，佢仲換到啲賠率噶，都可以繼續兼顧。咁有夢幻戰士啦，呢一匹馬咧，其實今次就刻意縮落嚟呢個泥地千二啦。其實聽晚個賽事有場四班一里佢冇報，啱啱上個禮拜三谷草一里佢亦都冇報，似乎係有心刻意過嚟泥地賽事喎。咁同大家睇翻咧，佢前一場三二六總場次，沿途咧佢都走住個二三碟，跟住咧彎位埋到嚟二碟咧，但係都蝕咗啲快步速。咪入到直路走內欄個場地咧，同威震天一樣，都係相對較蝕。出面衝嘅就南莊瑞寶啦，咁啊仲有咧黃龍司令啊嗰啲咧就賺到少少步速同埋呢個嘅步頻啦。咁啊翻到嚟咧呢一隻嘅夢幻戰士咧都唔算話好甩碌㗎，咁啊頂到翻嚟。咁出面仲有隻維食格格啦，咁所以咧上前一場個第五咧係幾叻嘅，上一場咧就留翻住嚟跑，但係佢彎位咧一路黐住條欄啊，人哋維食格格啊、南州瑞寶轉彎都揈出去咧，佢一路跟住喺內檔咧就跟跑而回，冇乜點用力嘅啫。咁所以咧睇下今次如果臨場有得冚嘅泥地，呢場會有正常步速咧，咁可能臨場見到呢個情況咧，我可以提升佢個機會率嘅。而家咪日日靚啦。如果大家記得咧，佢初出嗰場咧，有直路由外邊走到裏邊，裏邊又再走到近入邊，咁啊翻嚟咧跑個第五。雖然佢賺咗啲步速，但係咧佢都捐咗入內欄不利地之下追得好咧，似乎呢匹馬跑淋淋地地或者比較偏遠啲嘅泥地咧都可以應付喎。咁啊睇翻呢最近呢課嘅泥地集啦，出集起步順利嘅，沿途咧佢都係撳住喺中檔，冇乜刻意試俾你睇嘅啫。咁啊所以咧今次轉過嚟咧有啲嘅變數可以咁講，咁啊同副馬咧多啲烽煙四起咧，係可以應付到泥地都相當之勁嘅。咁
咁啊，而咧上一場咧走去跑田草千四，遇着啲高大威猛電腦三號爆蘇呢啲都係強中強嘅咧，咪當佢回氣一場咯。咁所以咧呢一隻嘅日日靚，如果臨場都係有得冚的話咧，小心啲啦。咁啊，如果啊後上好不利嘅夢幻戰士日日靚，當然會吃虧。鼓浪威風咁今季去跑過一次泥地，當其時波仔推介沈拿跑嘅莫五班。嗰鋪佢沿途跟住只惡林天下，仲要佢排八檔起步咧，一路捽住只馬，去到彎位都冇乜機會回氣，咁所以輸咯。咁啊之後咧就落去跑谷草一千咧，開咗氣咧就贏馬啦。咁啊今次如果排三檔，佢唔係太過搶嘅，係守翻住 box 位啊，直路睇下希望有嘅起動啦，幫得到佢。咁啊如果計前節咧，呢只鼓浪威風都可以噶，臨場再執生啦。第四場波仔揀咗精算八方嘅四號，另外三號誰與爭鋒要夢幻戰士同九號日日靚。